装傻女生，我觉得日本女生比较会装傻吧，会咯，会很多。可是，哎，田娜，日本男生知不知道这女生在装傻？有一些聪明的男生知道，哦，这个是装傻的。哦，有些笨笨的男生都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可是以日本的男生啊，好来讲，他们是喜欢女生装傻的吧？因为他们喜欢的是乖乖的，听会听话的。所以如果讲话的话，哎，すごい啊，本当に知らなかった，すごい，你好经典哦，这样好看啊，这样比较对被喜欢的这样子。所以我如果讲话的话，一讲话就被讨厌了。我就是讲话太多的，所以啊，你的话，你现在一样收到一份礼物，刚刚做作的女生已经演了，就是啊，哎，什么什么什么。台湾的娜娜呢？台湾的娜娜已经被台湾化的娜娜。台湾的娜娜，台湾的收到礼物，收到礼物，哇哦，好赞！怎么变？怎么变那么海派啊？赞 ，good， 有男一点，表现的方式是不一样。所以这样，日本男生不喜欢的，真的哦。高音高上去这样子，这男生出来的时候才变高啊。刚刚是，哎，是哦 ，OK 哦。女生跟女生，哇 ，two octave， 哇，这range很宽呢。真的，哦，你有看过女生很会装的，所以异性缘超好。在 KTV 卡拉 OK 那边呢，那男生问有一个女生，你要喝可乐吗？还是酒？那她当然。装傻，哎，我不能喝酒，怎么办呢 ？OK， 问神秘哦，意思哪一个比较？どちらに那个可乐跟酒，どちらにしようかな？啊，酒啊，怎么办？神秘告诉我喝酒，我也怎么办？我不能喝酒，然后喝，然后装醉了，然后跟那个喜欢的男生一起回家。是神仙的旨意，超厉害的，我绝对不会，这一招真的太难了。日本男生喜欢这招？喜欢吗？这个太装了吧，好不行啊！这好高招哦，好高招，超级难，你需要干。而且如果不小心点到的是汽水，啊！明明 Andy 是在汽水，对对对对，啊！神秘说的，所以呢？这种女孩子都知道，从左边开始的话，酒。哦，知道。哎，どちらにしようかな？どえ、下面神様の言う通り、左边开始的话，右边就结束了。所以一定要左边开始。对，可乐酒相反，どちらにしよう。酒跟可乐要相反啊。好妙哦！对，日本好多男女的联谊。嗯。所以有很多，就是说男生那一群还没到的时候，大家讲话都还是原来的声音。对，那另外男生那一排一坐定之后，大家 key 就高八度。对，然后已经有那个动作也要说好的哦。如果喜欢 A B C C 的话，我如果鼻子这样的话，我喜欢他的意思，我什么都已经讲好了哦。就女生大家都先讲好了。如果还三个一起还联谊好 ，OK， 相亲什么的。那如果我说。摸鼻子的话，我喜欢他的意思，不要跟我抢，对，不要 double， 对，不要 double， 所以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先讲 ，OK， A B C， OK， 来 go， 大家分开 ，go， go， 然后哎，可以这样子，所以在这种联谊的场合，你会以为说是男生要来追女生，其实殊不知是女生已经看好自己的猎物是哪一个，对，他们。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我是第三个，我是第二个，大家都知道，已经确定好了。哦，哎，那你们从小不可以，就是女生也就是做自己，不行的，对，一定要对，就是爸爸妈妈就会这样教吗？也有，然后男生喜欢这样的嘛，女生是一定要三步退后嘛，走路啊，听话嘛，然后动作也要温柔一点嘛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子嘛。好压抑哦！这我比较不自由，我在里面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太辛苦。